Hello。人呢？人呢？我在中心随便吃了点东西，因为中心有晚饭。对，我今天这个是拍证件的发型。其实这个证件本来是每个人拍1个小时嘛，然后我本来是中午2点的时候要开始拍，但是我2点的时候，我前面的还没有拍完，所以我一直到7点左右才拍完。本来应该3、4点就能结束的，但是我就知道肯定不会准时的，因为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只拍1个小时就拍完呢？不可能。也没有4个小时 standby 吧，大概就2个多小时，2、3个小时。但是我还拍了生写，所以还好。端午节肯定是放假的吧？啊，是快要到端午节了吗？没有，今天没有学舞蹈。本来晚上的时候是要学舞蹈的嘛，但是今天人太少了，老师都生气了。因为我在拍证件嘛，我们队今天有4个人要拍，所以差不多有那么3、4个人都不能拍舞蹈，然后呢，有一些人可能没在，还是怎么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具体的情况。所以今天没有学舞蹈，只是复习了之前学的。我之前的我也没学几首，之前的我就只学了一首，还没学会。我得赶紧抽时间学那些舞蹈了，不然的话，下次去排，要是不会跳的话，我估计会很惨。今天又给我搞困了。我一会儿直完播之后，我还有一堆事情要做。直完播之后，我还要背那个独白，因为明天又有一个面试，就学校自己搞的那种面试，感觉就像玩游戏似的。然后，但是还是要准备，然后还要写人物分析啥的。
这段时间真的好累啊，六月份真的，六月份好，好可怕。每天都有一堆事情要做，好像是说什么最近在水逆。这不还没换呢吗？怎么你会算命吗？你咋知道我的水逆有点长？我都多久的倒霉蛋儿了？还好吧，反正不是每次都摇到一，就还好，已经心理平衡了。主要是太累了。倒霉蛋儿是沈小爱，她每次不是一就是二，然后每次都要上 MC 二。今天真的挺热的，这两天好像是从昨天开始吧，昨天就很热，夏天到了，真的到了。前天还好哎，前天还挺凉的，但是昨天开始整个上海感觉开始热起来了。我玩了呀，但是没什么时间。没有什么时间搞家园建设。哎，为什么我的手上都是伤啊？好奇怪。我干嘛了？这边划了一下，有个印子。这边手破了。我今天这个证件是怎么了？录了个证件，录的全身全是伤疤。哎，我的屏幕怎么？我的手机屏幕刚才突然一下子暗了3个度，现在整个屏幕太可怕了。我在发呆好吗？我现在很困。哪里有精神欣赏自己的美貌？一想到今天晚上还有一堆事情要做，人都要崩溃了。
其实我发呆不一定是因为心情不好，99%的可能是因为困了，1%的可能是心情不好。你猜我现在是困了还是心情不好？饿，我看了你这条弹幕之后，心情更不好了。哦，不是你的弹幕，你想多了。感觉今天这妆容画的还是挺好看的。这个蝴蝶结是新买的一个很大的蝴蝶结，它真的很大，感觉自己好像一只米奇呀、啊，米妮，真的挺大的。是啊，我的脑袋终于长大了。是靠外力，靠外物变大的。是吗？这样显得脸更小了。确实，你们看这个有多大。真的很大哎，它上面，哎，姐姐是给我戴反了吗？哦，她给我反着戴的，哎，是反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其实应该是小的在上面，大的在下面。对，我最近真的瘦了，太累了。我今天画的这个眼睛也挺像小猫的眼睛的，然后再配上这个猫耳朵，不错。这个发型姐姐今天给我做了好长时间，做了得40分钟，真的太认真了。因为今天只有几个人需要做发型，所以有的是时间，所以她给我做发型的时候就非常的仔细，非常的认真。
这个卷本来是泡面卷，但是现在看不出来了，现在已经变直了。这才几个小时啊，头发就变直了。谢谢玫瑰花。谢谢。谢谢礼物。现在又很流行说这个词了吗？贴贴。之前不是什么噗噗，还有什么波波，现在流行贴贴。谢谢元棒。对啊，贴贴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？我都不会读。反正不管怎么流行，都是那种叠词。给给。那聪聪也是叠词吗？Coco 也是。咦，雪雪，好奇怪！我今天没有戴项链，这个不是项链，这是衣服上的。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宝石，看到了没有？非常的富贵，一看就是迪士尼在逃公主。好了，低调低调，盖上，只露出来三个宝石。哎呀，怎么明天又要上学了呢？嗯，就不能让我去参加高考吗？为什么要上学？哎，明天就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日了。对呀，我明天高考，我现在在这看，我现在在这直播不行吗？你明天要高考了，你现在还在这看我直播呢？其实谁高考都挺不容易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我高考的前一天根本就没有好好休息。当然也不是在玩或者是在浪费时间，我一直在背题。虽然的确是高考前一天一定要好好休息，但是我当时就是不服输。我就想着，嗨，不就晚睡这一晚上吗？能怎么样啊？然后我当时就真的，高考前天晚上还一直在背，就是我是好像是抱着那个，抱着政治还是历史，还是啥呀，就抱着一个书，然后就在那边背，然后就睡着了，真的是抱着书睡着了。因为我想着，也许我现在背的这个
然后我明天就能多加几分，我就这样想的。然后说不就一晚上没睡吗？坚持一下，不就一晚上，不就也当然也不是一整晚没睡了，不就熬一晚上的夜吗？坚持一下。然后明天不就明天和后天那两天吗？坚持一下，这几天累一点又怎么样？然后就是这个样子。因为我当时情况比较特殊嘛，如果我真的有很长的时间复习的话，我倒也不会这个样子，因为当时时间对我来说就是分数。对，我考完试就马上就赶过来，赶到上海来。就开始握手会，然后当时粉丝还给我送了答案，真的很过分。送了答案之后，我就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开始给自己算分了。一刻也不能清闲，一刻也不能停歇，一刻也不能安心，就很烦。你们真的好烦。但是我当时对完答案之后是人是开心的，因为蒙对了好几道题，就觉得哦不错，不错，成绩肯定不会太差。你们考完试都是出去玩儿，我考完试来工作，还要被粉丝打击，这是什么惨淡的人生啊！我真的，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哭。一般考完试不都是出去玩儿吗？别说了，我都要哭出来了，太惨了，我真的有点不行了，我要哭了。我想到我怎么会那么惨呀？我当时都不觉得自己惨，为什么现在一想起来就觉得自己那么惨呢？救命啊！人家别人考完试都是出去玩儿，什么吃大餐，我考完试马上回来工作，太惨了，唉。你们为什么还在笑啊？我都已经惨成这个样子了，然后我还想到现在了，人家别人，不管是哪边的人，不管是上学人还是我们公司的打工人，反正人家别人要么就是周中的时候可以休息，要么就是周末的时候可以休息，就我天天马不停蹄的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唉，想想就很气。就很累，我们同学每次到周五下午的时候就说，哎呀，明天要去哪里哪里，什么要去干嘛干嘛的，就在那边在那，然后我当时就，然后就是平时一些成员他们可能周中也可以去迪士尼啊，或者是，然后每天可以约着，要不就是在宿舍休息，要么就是去。吃点东西啥的，就出个门看个电影，吃个东西啥的，就起码是有休息的时间的，有休闲娱乐的时间的。然后我根本就没有。算了，不说了。我都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去看过电影了，唉。哎，关直播了，再见，没心情。